大鼎冰炒，用心料理每一道的素食。烤肉它有一点干的香气才会跑出来。唔惊灶卡烧热，汗水擦擦滴，心情充满欢喜。越煮越开心，就是做起来就是很高兴，很快乐。那个荤的都是怎么弄，都是有那个血血。久了真的会怕。卖炒的已经有20年的时间，去年参加岁末祝福，法官油车转手。感谢上人哦，安尼这么一点就破了，整个我一点这里智慧就开了。但是想要改变，哪有这么简单？心内丢毒真久。如果说真的要做事，素的也不知道要从哪里着手。有心就袂困难，查某囝含志刚学做素料理，志刚嘛做因最大的后盾，陪伴关怀，提供资源。他需要什么，我们就补位。像他需要那个隔板，就有师兄会提供隔板。开业初期，我们也扶持了120份。打开始成绩无介好，总是无胜利。啊，现在还好啊，对，渐渐的步入轨道。就算讲由车转手这条路实在歹行，但不阿路两个人拢无放弃。素食锅就是非常的有料，口味很好，很适合大众化。渐渐有一挂老顾客又搁倒转来，代表伊的坚持嘛得到认同。无人客嘛就微微，有人客更高兴。台新闻黄子玲、廖学信台中报道。另外，赶快伫台中。